兰博，我发现派克这个英雄还是得杀，不杀就攒起来。打团战先杀派克。走位。但这把他不太好攒，他只能攒银马，别的英雄这都不好攒。这冰机想办法抢一个吧，我觉得行，抢个蓝枪炸了。漂亮，哎呦，可以啊，可以，你一级学个火箭筒，我不打你。完了，开始卡了。抽风了又开始。开始卡了。这鱼叉给我叉的。别的都好说，别卡呀。好卡呀，怎么一到中午就抽风啊？这个视野我们先不查。真的，最近这一到中午就抽风，就开始卡，看着没？也不知道啥原因，很怪。整的我都不敢拼。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저더블킬슈퍼갤럭시응징모드정예더어려운일없어적이학살중입니다적이처치했습니다
啊，那蓝波传回来的。嗯，要传送回来的。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他不可能回家吧，他交传送回来的，他怎么可能回家呢？嗯，他肯定是跑别的地方去了。这兰博挺怂的，其实血他都不敢耗。回家，干哈呀这？犯病了。哎，我今天就不亏兵，我还就不回家了呢。来，我就不亏。哎，我撒下支兵。反正我也能补得着的塔下。哎，我就不回家，我就不回家，咱俩谁也别回家。那还不让我回家，我就不回了，一直补。你推不推？你推我就不回，你不推我就回，我不回了。再往里头混，我不回，哼，我就不回。我这回我回了，你别走啊，你就别回家，你我亏一波就亏一波，你就别回家，这位你别回。打皮他没知道，没事，亏一波亏一波。你别回呀、啊！你别回家呀、啊！你怎么回家了呢？你往这儿走来，往这儿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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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挡一下枪。还要在我面前打蛋，顶着我打蛋。嗯？你别回呀、啊！你怎么回家了呢？항상최고를추구해我不跟他，不可能跟他打，我没有大招，我怎么跟他打？我没有大，他有大。
线了，开始啊。那兰博能控住线吗？那再见。你准备等死吧你啊！你把大放了，你等死吧你！你是不是以为这波我能不杀你？啊！你是不是以为这波我能不杀你？你是不是有点想多了？我发现，啊，这么卡，我靠！闪的是真快。我闪一走，哎呀呀，这也能扣着我，卖了多兰剑。一换一还行吧，你们看那颜值没？一直跳那颜值。二十秒有到。这英雄他妈的像人吗？现在啊，这英雄现在像人吗？你们自己看他什么装备？我操，三个小技能差点没给我秒了。我这叫三项之力，他一身破烂的。再见，我送他了。啊！甩这么远，红温 A 人，对呀，小技能啊，要不说这英雄现在就狠吗？제압되었습니다난언제나최고지적더블킬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실수에서병원왕이지怎么拉警报了呢？他回
回家把他塔拔了。他怎么回事？到底回不回？又来了一波一换一，别老一整，我们一死了就亏呀，亏呀，亏呀，哪亏了？那一换一有啥好亏的呢？下路收兵不行，这下路我收了，对面要打峡谷，冰机去吧，要不行吧，我去找个点盐，那我点盐不用干啥呀？留着下胆儿啊，带点盐不用的话。拿大钻头给我钻死了！哎呀，这位置太差了，我右边这地方我估计有眼儿，我估计我右边位置应该是有眼儿。头这倒不用。只是我刚才没来，모든상황에대비해也没有，除了上路都劣势的，中路还行，中路压一半刀呢，没事，下边再打吧，这团战可以打。对面没的前排，刚才主要是 AD 先被人杀了，可以打，没关系。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就杀了派克了，哎，这灵头给我顶飞了，我操！这牛头太膈应了，不让进呢。给我无限限制，我操！他五百，
小龙可以要啊。小龙，小龙可以要，把小龙拿了。收割了，这波打的还行，四换三可以接受。主要是波比死了，拿了个人头，而且对面是大龙 buff。对面这牛头就看着我呀，可烦人了，怎么这一个塔都没推？蓝博杀，蓝博杀，可以杀流，漂亮，剩个蓝枪，还追呀？还追呀？我去救一下子啊！这家伙，这个蓝枪可能在打蛤蟆。我找他一下，打完了，推中塔吧。塔被파괴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모든상황에대비해这两边打的还行，去上路把上路塔推了。哎呀，漂亮，还行啊，没丢。最终可以，我们先把塔拔了啊，塔拔完以后看看还打不打，不打就撤，没关系。刚银马这边来的好，银马这位置可以，我也得要个钉了，来个钉。其实我差的是大剑，后锋大剑，差的不是钉。
심하지派克没在，派克没在，派克没在，往里进来。护我一下，我的位置有点差。对，先把这刘给我杀了，还是刘头太膈应人了。派克可以杀，派克可以杀，驾！还有蛋，真好。小龙，把龙打了。我就把下路塔拔了。大龙要不要？大龙打不打？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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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要，可以要，可以要，大龙可以要，兄弟们，波比死了，快快快快快快龙！快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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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惩戒，有惩戒没惩下来呀、啊？没事啊，很正常。哎，打野丢个龙很正常，知道吧？不要太在意，虽然对我们的士气有点打击，打击而且很大啊，打击很大。相当大的打击了，这是。这边要我说别打了。啊，别打了吧。能被一波吗？不行，我得回去了。不回去家没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先把这刘给我杀了，命开给。中推，反推一路，快快快快快快！憋屈打红了。快点儿的，别磨磨唧唧的。那 ADC 干哈去了？拉倒吧，上上。而且我还有点卡，关键是。能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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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能打，我们先杀派克啊！
边的派克动不了，找兰德不吃得火，杀流头漂亮，下路推，踢死我！你别回家呀！你们谁跟我推个塔呀？那光杀人不对打有个屁用！还不敢飞吗？小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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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没事，他们家蓝枪死了，还没活。我们一定得先杀那个派克啊，不能让他攒起来，这人一定不能让他攒起来。直接往下来。没事，我们有春哥，好虚弱呀，把蓝枪杀了，回头上蓝波一个人，哎呀，这咋这么难打，能不能推推一路啊，推不了吗？一个小兵推能推不？推个塔啥的呀？这光杀人不推塔没有用啊！回家吧！我这出魔切蓝都不够用，小心点派克啊！他可能在找我们。那个流头一直在限制我，从头限制我，限制到尾，一直限制我，不让我动，所以我们必须得绕开他。这蓝枪是什么意思？我回家了，看你们的了。没血了。中单为什么不在呀？可以杀，可以杀。小心左边啊！哎，波比上来了，漂亮！我先把这派克杀了。哎，能不能一波？这波机有弹，我杀！能不能一波？再一波不了，我说实话有点难受了。大龙，我中推吧，我中推，你们打龙。
至少破一路啊，这哎，可以啊，我来破一路。溜了，大龙又要被抢，应该不能了，这如果再被抢就有点过分了。我还60秒春哥，最好是等我春哥好了再打。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水龙龙魂，再来那什么。我们家是3条水龙，马上4条水龙。先龙魂再推高地。如果这个高地没推下来，龙魂也没了。啊，一定要先龙魂。我回家了。我回家。你俩可挺有意思。中推来，你俩可挺有意思。你别让他回家，我们推。你干他呀！你别让他回家。你找他，投降了。这俩人可挺有意思，这俩人蓝签往我脸上一。